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至12节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主道如一年，高过你道路一年。雨雪和从天而降，赤若寒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个实，使沙中有种，要吃个有粮。主说出的话也必如此，要成就主所喜悦的，是你已成就的事上，必然很痛，你必欢喜而出来，平安门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，田园的树木也都拍掌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主道如一年，高过你道路一年。雨雪从天而降，赤若寒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个实，使沙中有种，要吃有粮。主说出的话也必如此，要成就主所喜悦的，是你成就的事上，必然很痛，你必欢喜而出来，平安和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，田园的树木也都拍掌。